黑猴里面又有一只白色的，那我们就感觉得很奇怪。后面那个动物保护局来这里调查啊，我们就把这个发现的那只白色的猴子跟。 教授，我们一起去捐。你看，你说让领导医生讲吗？啊，去捐是吧？好，可以。有人说，哎呦，白猴出来了，快点，快点！